那即便是我们经历过了无数次的吵架，无数次的说要解散，但是我们也曾经停更过，但这些我们都挺过来了。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最后结束的方式竟然是频道被删除。好的，我相信各位观众都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的频道被 ban 了，在9月24号早上，我们的频道被无预警的删除了。在没有收到任何一支警告跟红标的情况下，我们的频道就这样没了。近年来，我们确实收了蛮多的黄标跟年龄限制，但这两年来，我们是没有收到任何警告跟红标的。我从来也没有想过，我们的团体频道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拥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回忆跟不舍，甚至我们从2017年零订阅到2023年有76万的订阅。从零到76万，大家也都知道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在这边，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要对丰南的观众说，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去讲述为什么这个频道会存在的由来。其实当初我们在2017年想要创立这个频道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看过太多人，他们都把人生的辉煌、人生的高峰时期留在了大学。大学的时候，他们过得非常的快乐，可是，一旦步入了现实社会之后，每天开始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，为了生存，为了有办法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他们开始每天不断不断的工作，慢慢的，他们越来越少时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他们开始对这个世界失去了热情，甚至可能这辈子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完成，甚至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去克服各种他们想要克服的恐惧。于是我就一直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70、80岁，我躺在病床上面，我回想了我这一生的所有的幻灯片，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我会不会觉得说，好像有很多事情我都没做过，好像有很多挑战我都没有去尝试过，好像有很多的恐惧我都没有去克服过？于是我就跟 Nick 决定要创个频道叫丰南。那它的含义呢，就是我们想要带着我们的观众去克服各种恐惧，去挑战各种他们可能曾经想过却不敢做的事。就像我有拍一支在我剪辑的毕业典礼，让他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。我相信这一定是很多人曾经想过却没有做过的。我们有一个系列叫人体实测，去实测给各种生物咬。我们被蛇咬过，被蜘蛛咬过，被虎头蜂蛰过，被鳖咬过，被蝎子蛰过。对我们来说呢，这都是体验人生，带着我们的观众去克服恐惧。其实我们也觉得蛮可惜的，毕竟7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那在此呢，我也很感谢，就是这些年来一路陪我们走来到现在的观众，也很感谢那些愿意付费订阅支持我们的观众。这个频道可能到现在必须结束了，可能只能陪你们走到2023年了。我不想要去说任何难听的话，我也没有打算去对这个结束去做任何的批评。我们本来就在做着跟这个平台不符，并且挑战这个平台规范的企划。我相信很多的观众都觉得说，哦，我们就是两个屁孩，然后每天在东搞西搞。我不否认，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我们的频道叫丰南。确实，有时候疯过头了，那个疯已经是恶心了，也确实那个疯太过色情了，这些我都承认，因为这都是我们。那我也在此跟不喜欢我们的观众致上万分的歉意，对不起，因为毕竟以后你们也看不到我们的影片了。那我也想要跟喜爱我们的观众说一声，对不起，没有办法再为你们带来更疯狂、更……但对我来说，这不是一个结束，对我来说，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也会在我的个人频道上继续创作，但是可能走的路线就不会跟以前一样了。那至于我跟Nick呢，我们两个人没有吵架，我们还是兄弟。那但是他也有他想要做的内容了，毕竟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创作影片确实不太适合在 YouTube 上面。那我也不希望再被贴上个标签，就是哦，我们都是为了疯而疯，我们就是两个屁孩。其实老实说，我们早在2、3年前就已经对拍片失去了热情了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做都是黄标，我们一直在挑战这个平台的底线，会有这样的结局，我们也都不意外。只是我没有想过来得如此之快，我也没有想过我们的团体频道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收尾。也很感谢到现在还愿意支持我们的观众，谢谢你们一路从2017年支持我们到2023年，丰南频道正式进入了历史。很开心这个频道能有你们，因为也多亏了你们，才让我从2017年一路有办法
一直创作到2023年。那在这呢，我也要谢谢我的伙伴 Nick， 其实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频道。我很感谢他一开始在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愿意把手把带着我。一开始其实有他在我觉得非常的安心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，我很感谢他就是一开始陪着我一起做这个频道。那即便是我们经历过了无数次的吵架，无数次的说要解散，但是我们也曾经停更过，但这些我们都挺过来了。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最后结束的方式竟然是频道被删除。很开心可以和你一起共同创立这个频道，然后我们一起奋斗了将近快要7年的时间。那最后想跟观众说，这不是故事的结束，而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。我会以个人的名义，然后开设了一个个人频道。那接下来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创作在这个频道产生。那最后也容我再用风南的方式做结尾，这也是最后一次我用这个结尾了。最后大家请记得订阅窥面风南、Nick 的 IG 还有陈威的 IG， 大家拜拜。顶楼加盖那种铁皮是违建的，有没有看过那个还原？差不多像那个一样。